选举绝对要爱呼吁民意啊，台湾民意啊，过大渡溪到大甲溪到台中市一百块满，好，冲落去啦！啊，那涂锦泽哦，真可怜呐，互人放狗叫啦。所以，阮大家拢规个拢走去甲涂锦泽斗三工啦。我甲涂锦泽讲，狗叫才赞，孤鸟单飞。而且你知道吗？你挑一个呢，嘉义市的市长黄敏惠是国民党的职位最高的副主席呢。我们只要把他盖下来，马英九就下来了，对不对？副主席落选，你主席不必负责任吗？哎，来冲这局个啊！啊，来冲这局个，我的嘉义市嘛，一直改讲。你南民调跟你讲，你要选什么人？王敏惠啊嘞！所以呢，今嘛我都爱出话啦，爱连边去啊，连边去啦，快马加鞭啊！对这个震动哦，我实在无啥物形容词啊啦。咱台湾人，伊常常讲，阮台湾人的顶苦船破伊下苦水。哎，顶苦船是要安那破下苦水？我种遮侪年。丁古船要不要破下古水？啊，对郭耀就郭部长那么含灰古梯，对不对？那含灰古梯嘛，含灰古梯结果是安那，迄灰拢嘛落落来，伊嘛臭哥哥，对不对？这世间的道理，人间的伦理就是安尼嘛。所以我咧足感动的就讲，美国的第十六任的总统林肯总统啊，我真感动。有一次啊，伊个副官哦，充满了疑惑，甲林肯总统讲：“总统啊，我咱南北军的对战哦，昨天我用望远镜看到那个西边哦，结果早上要决战了、啊。昨天晚上他们都在做晚祷啊，南军都跪下来在祈求上帝啊，做晚祷啊，我们北军也在做晚祷，也在祈求上帝啊，到底上帝会站在哪一边啊？”林肯讲哦，我不知道上帝会站在哪一边。但是我可以给你保证，你追随的总统我林肯永远会选择站在上帝那边。那你知道陈思梦老师和我们这些绿色阵线将来上帝会不会站在我们这边？我不知道，但是今天我跟你保证，咱绝对站在上帝那边。所以台中市的好朋友，大家招较侪人来，站在上帝那边，上帝已经给你一个良知、良心呐、啊，可以判断是非啊。啊，你搁自己到咧插上帝，上帝足无用的，你知无啊？上帝困，你也咧插伊；上帝咧上变数，你咧插伊。等我，你给我一个奇迹，让台湾胜利。我已经给你一颗心，可以去爱台湾。我已经给你奇迹了，你自己要去处理啊，啊！无你啊，大概食饭食我讲哦，啊做事都双三双西方哦，安尼个对，啥物事拢要叫上帝来做哦，无可能啊！台湾人你食饭食我讲，你做事都要较骨力来做落去，是不是安尼？我讲落去哦，时间都拖到愈长啊啦！啊，足侪话要甲各位讲，啊，伊也来家己听，多谢各位，感谢，对，谢谢，吴锦芳老师。